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决胜负，最后一局。城门，到底是谁会撞拱门呢 ？OK， 这个起步，也会使出一个非常计时的跑法，把自己的领跑给优势给送出去了。好的，第一弯加速。靠腰，保机会，保机会，我们跑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第六名，再稳啊，再稳啊，再稳下去都被我追到了哦！哇，全速追击了哦！这个后追的能力，不是开玩笑喽。看到蓝色点点正一步一步的朝向你迈进啊，有没有看我主图哦？谢谢，谢谢各位观众，真的，我们击败阿贵了，你看，笑死，我以为我输了哎，还可以凹到你，哇，总算是，笑死，哎，阿贵要怒跳啊，耶，7-6，总算是赢了一场。哇！我真的这场跑，真的跑超好哎！看他怎么不见了啦？他直接消失哎！啊，过关关也显示离线。恭喜巨熊50万，射头要网路？哪是网路？那个是正，那个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侧脑，完完全全一个凹，一个凹，一个完美的对抗，那个绝对是正常的对抗。没有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等下次网络好一点，我们再正式。明天玩马里奥吗？